小姐，这件衣服你穿不下啦。从小到大，我就长得胖胖的，还是肌肉结实型，多次减肥都瘦不下来。只要走路步伐加快，就会气喘呼呼，满身臭汗，狼狈不堪，常被别人嘲笑。因为体型肥胖，我总觉得自己穿什么都不好看，所以就越穿越随便，越穿越邋遢。有一天，我和闺蜜一起逛街买衣服，看上了一件裙子，取下来要往更衣间去，站在一旁的销售员肆无忌惮地对我全身打量了一下，冷冷地说：小姐，这件衣服你穿不下啦。当下我觉得羞愧难当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如此难堪的羞辱却奠定了我一定要瘦下来的决心。所以当我听说有人使用巧力在短短45天内轻松减掉了10多公斤，我马上认真去了解，然后发现这食品纯净天然，完全无副作用，便让我义无反顾地决定瘦身。我开始早睡早起，每天以巧力作为早餐和晚餐。巧力的美味和饱足感令我随时可以在忙碌工作时代替正餐。高科技的营养一边让我摄取很低的热量，一边又补充我非常多的能量，让我每天精力充沛，工作起劲。日复一日，3个月时间过去了，我的肥胖离我而去了。我发现自己的体态轻盈多了，更有活力，便秘问题也同时消失了。现在我觉得自己穿什么衣服都比以前漂亮多了，自信心回到了我的脸上。朋友们都说我气色好看，皮肤变得非常细腻光滑，整个人更容光焕发，漂亮多了。肥胖终于和我分手了，我是多么的开心啊。巧绿是一款美味安全又营养丰富的冲泡代餐，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、抗氧化剂及多糖体，它提供现代人一天所需的多种蔬菜水果纤维量和大豆蛋白质。